这边所有的老人都是政府医院打过来的，他们呢在哪里打过来，我们就站在哪里去给他们去看病的。我们还有请一个两个司机来带他们去看的，不是说有病才带他们去。他们这个月看了啊，下个月又再去复诊这样子的。我每个月的开支啊是整万块的这边。这里的费用啊，都要靠社会人士大力的支持，我们才可以啊。